主料蘑菇300克，青椒1个，辅料油15毫升，盐5克，黑胡椒粉10克，玉米淀粉20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蘑菇和青椒1个，蘑菇用手撕成条，备用，用开水烫5分钟，挤干水分，放盐、黑胡椒粉和玉米淀粉拌匀备用。青椒切块，葱切小段备用。炒锅放多一些的油，放蘑菇下去小火慢煎，晃动锅使蘑菇摊平，一面煎好后翻另一面，煎至两面微黄，下葱段和青椒炒半分钟，装盘出锅。烹饪技巧，蘑菇用开水烫一下，把里面的水分烫出来，然后煎出来的口感更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